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哥哈，来，我们大型股市来了，看一下，有老铁要盘个反牛，来，我们看这边有两个，来，我们给他盘一下，来来来来，这个箱子里面爬出来露着头，这是啥呀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哟，是个法豆，看一下，这是黑白花的啊，黑白花的，哎呦。这个尾巴不是内螺丝啊，这还一个护板呢。你这护板的咋卖啊？护板的800，这黑板花多少钱？1200。这为啥能贵啊？啥大哥？谁知道你为啥要能搞的价？这两个一块给你拿多少钱？你给多少钱？啊？哟，你大哥，你要听会算了，1200加800，正好2000，一文钱不带少了，是吧？啊，我那替我换一句呗，两个1000块钱，你给两个1000行吗？2000，你给100也不能嫌少，2000我不能给你，不行，1000还不行，对，也能行，哥俩，你这两个不是一窝的吧？不是，啊，这两个不是一窝的哈。哪个打过针呢？打了几针？打了2针。你这个护板也打2针了？打2针。护板打2针，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都打2针了？啊？你这扛着手机来的是吧？啊！你忽略忽略，我忽略忽略，我早就圆圆了，是吧？你这两个成心的药，这两个成心的药。长这么点长？这两个成心的药，成心药。你我跟你说，两个礼钱我没乱给你，你多严能管？我中，多严能管？啊？多严能行？这是护板。多少？马？一个马500是两个？两个马5001500，那喝多少钱一个了？还能少呗？价了，那两个谁的锅？你的锅是他的锅？哦哦，我在这了。你卖啥？你卖啥？啊？三亩。你三亩多少钱？三亩多少钱？不还价就是500。哦，这个没洗澡原生奶了。对，原生。你还给他称来的，大哥？那我跟你说实话。啊，说实话，刚才有人给他还价了没啥？你买不着没打，不是，我这没乱换呢，知道吧？护板的这个价格我也没乱给，我诚心想要的，我也不是在这胡砍给你乱砍的，两个一块给你拿。你看这护板的这个头不行，知道吧？看这个头盘，你看这个头底下尖嘴后腮的有点小，头盘小，这尾巴还行，你看吧？这尾巴还行，这个尾巴辣椒味，这个你买的多啊？这个也不是小方蹄了，你别害怕，这个蹄型还大，哪个好啊，哥俩？你看那两个哪个好啊？我给你加50块钱。啊？小方蹄的不好。小方蹄的不好，你说大蹄的话，大哥有意思，挺有意思的。再说的，实诚的。你说你给？我给你加50，1050行吗？1050还不行？护板的。比羊骨的黑呢，不黑，俺想卖搞来讲，你得根据行情知道吧？哦，行吗？这两个？对，我再听一句，我还能拿动了吧？好了，1500。你再，我再听，我再听你一句，哥俩，我再听你一句，你说1500最低少的也不卖，行？1400，1400是吧？还能让吗？不能让我牛水走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走我的。你别走，你走了咱卖过。你走了咱卖过。1400，我加100块钱，1100行了。啊？1100还不行。你看你这样能拿不？不行。1300行了不？1300拿不了。1300真拿不了。你这个你那一个护板的，你给我喝多少？你咋算的？你给我说你咋算的，哥俩？1300，你咋算的账？你护板的那一个不值，那个因为那个啥，那个头太小了，你看吧。那一个，你这黑白花的，你看它嘴也有点尖，看没有？尾巴还长，我也没乱给你啊。外部包面是外部，谁能不包面？你我也没乱。多人他都没给我拉。对啊。给我拉。啊，对啊，你看，我这想要，我不想要，我在这给你拉。都忙活了。
看一下哈，咱比较一下，你看这两个狗狗，你看这个1300，他说行，1100卖了吧，卖了我给你拿走。你又胡闹胎了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直接亮我的胎。你扎下你扎下，我一拉着架子抽一下我就跑了。你扎了个那个啊，不卖了不是？啊，你不卖了不是？你那时候求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给我八百往里面了，咱谁给你八百？那个，那个不多，那一个那个大的背了。你来卖狗了，你在这基地还认多的了？这人人还多的，你慌了啥去？不是，我讨价还价正常，你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我得做。你做在这基地还没到吃中午饭了？那还没到黑了。你带过去卖给谁去？要没打过脸，这一进谈就那木了木了是抬个身边谈木了木了，我早送那里办完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我赞成，这个赞成。一摸他穿病毒，你打了几针？打2针。确定打了2针？你看还在大腿买的？在大腿买的疫苗啊？打的啥？荷兰疫苗呗。买的老荷兰。买的辉瑞是啥？那你知不知道是啥？我知道。你光知道买疫苗。人家头一次给你打上，第二次打你也。他知道。干多少年了？干多少年了？没有疫苗不是？我真心想要，一千一给我吧，就一天热。哎呦，拿下来，我们现在检测啊，给他检测一下下降。测一下细小冠状啊，我们测一下细小冠状，全位暂时不用测，一看能看目测能看出来，全位的症状也比较少，主要是细小和冠状。取大便咱测一下。你以为这个细小病毒咋传染的？就因为你上公司来，你回家不注意呢，传染的。这是细小冠状的。这个肉眼细小冠状肉眼怎么说呢？看不出来哈，得需要那个啥，得需要你怎么，都需要这个用测试板才能测出来，因为它是潜在的一种病毒啊。两个一起打包下降哈，两个一起打包下降。哎呀，不愿意磨半天啊，给大哥聊半天，要走，一生气要扭身要走。啊，稍微等一下结果。好了，家里面哈，在评论区留言哈，评论区留言，咱现在给他打包下降，等待检测结果，然后直接拿走发货。